大海、沙滩、床部、欧派、奶子、胸部啊，夏天就该如此啊。爱情诚可贵，黑丝价更高，入味白雪谷，万事皆可白。呀哈喽，这里是以推广白雪为终身事业的次郎。在送走了大饱眼福的七月夏天元素后，迎接我们的是充斥剑与魔法的十月新番盛宴。除了刀剑魔镜三季等超强续作之外，一大堆18年动画化作品全挤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瞧瞧十月新番有哪些期待之作吧。老样子，下面分门别列做介绍，右上角会以满分五星呈现作品期待度。首先是续作的部分。朋友一生一起走，谁先出山谁是狗啊，真香。刀剑神域 Elization， 从刀剑神域剧场版序列征战片尾彩蛋就已埋下三季的种子，并在7月美国 Anime Expo 的 SL 活动上，制作人提到会把 Elization 整篇做完，想必刀剑热潮又将从本季度继续延烧至明年。 Elization 篇作为全系列最长篇章，故事冗长，节奏缓慢，光是一颗恶魔之树就可以演上一整本，这是当年 SL 完全无法想象的速度。刀剑看似正宫与小三们的欢乐向网游剧情，但 Elization 打破常规，以悲哀沉重为故事主基调，与其说反常，倒不如说这才是穿越力想透过刀剑想讲的东西，既结合 SL 的剑技风格，又埋下 AW 的信念系统，可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相当精彩的一个篇章。没时间翻，懒得翻，不想翻的观众，动画都做给你了，你还不看吗？魔法禁书目录第三季，当年旧约声浪最高的时候，灵牙却在出完二季后完全销声匿迹。电击文库这几年行销预算与企划无疑侧重在刀剑上，如果今年不是电击25周年，我看魔姬生大概继续躺在棺材中哭泣吧。当我没说。就以一个商业行为来看，魔镜销量累积电极之最，动画化作为带动原作销售与知名度最为迅速直接的媒介，加上网络通讯普及，载体的便利性与传播性比起纸本更具影响力，因此魔镜三并非是销量考量，单单只是在25周年浪头上，电极趁势搬出每年都要玩一次的梗，终于动画化这样一个话题炒作手法罢了。你说 我为什么会知道？不好说。然后老实说，魔镜我没看，反而是炮姐的超电磁炮看得我心花怒放。新月都出到20了，动画还在旧月啊，焦点啊，魔镜三。妖精的尾巴最终季，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最后一季？因为我们是妖精的奶子。久久的奇妙冒险黄金之风，时隔2年终于是生出了第4季的系列作第5部，堪称潮男群像剧的第5部，是替身攻击最为成熟的阶段，在人性黑暗面描写上有不少琢磨，战斗场场精彩，目不暇接。这是替身攻击啊，是说谎的味道呢。制作公司仍旧是 David Production， 保证了历代品质的一致性，常年久久粉绝对不容错过。东离剑游记二，由台湾日本双方合作的奇幻武侠布袋戏，最初企划是由爱的战士虚渊玄来台观赏 PD 布袋戏后大为压抑，并决志要让这份布袋戏的超偶技术与文化让日本知道，因而诞生。不过因不属于动画而是特色，这边就有前笔带过。简而言之，是一个就算从小不看 PD 不看金宫，一样能被虚渊的剧情 PD 的超偶魅力给震折住的超好看之作，没有看过的强力推荐尝试。それが人の世の習いというものであろう。其余还有像是逆转裁判、散乱神乐、苍天之拳、东星失踪，碍于篇幅长度就不多做介绍了。以上是续作的部分，下面让我们进入新作的环节。Radiant 由法国漫画家 Tony Valenti 创作的冒险系漫改动画，连一拳超人的漫画家春田修介都曾推荐过。故事描述主角赛特见怪物大军 Nemesis 侵袭村子，立志成为大魔法师的他决定挺身而出，踏上寻找传说之地 Radiant 的旅程。制作方面由总是不按原作套路出牌的岸辰二担当监督，全能型上江周成担当系列构成，两人在暗杀教室系列磨合的相当顺利。制作公司恰巧就是 Laruke， 我想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原作本质不差的前提下， Radiant 动画表现稳定，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来自缤纷世界的明日 ，PA Works 出品的十月原创动画，故事为残留些许魔法的长崎小镇。17岁的月白瞳美自幼失去色觉与缺失感情，而她的祖母担忧她，于是将其送回了2018年。就这样，瞳美与当时同样17岁的祖母一同和社团里的伙伴逐渐蜕变成长。17岁的孙女和17岁的祖母啊，如此高龄的母女动好像是第一次哎、欸。因监督是之前指的名的监督小原俊哉，今日也丢出了合作宣传会。系列构成是由在日常方面相当稳健有趣的世元优子负责，人设则是 PA 自家自产的作画监督秋山游戏，这次首次升格人设，相信本作是一个能大展身手的好舞台。四女三男的配置是胃痛还是纯爱 CP， 亦或是校园群像剧？少了干妈之身的 PA 原创日常能走出怎样的高度？是爆炸还是良作？我个人相当期待。
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今年转身穿越题材泛滥啦，变成魔王啦、婴儿啦、蜘蛛啦、贩卖机啊，甚至还有剑的，基本你想得到、没有想到的都有人写了。但能从中脱颖而出的又有多少呢？史莱姆就是其中一颗闪耀之星，系列热销450万本，2015年漫画化，并在金秋10月迎来动画化。原作最初为 Web 小说，并于2014年完结。故事讲述一个可怜的童真社畜为拯救后辈而遭歹徒刺杀，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坨富有弹性的史莱姆。据智障天使阿克雅曾言，史莱姆乃是一种奇异生物，全身柔软无比，可任意塑形，同时还可分泌能融化衣物纤维的粘液。女性冒险者尤为讨厌这种生物。然而，在本作却是坐拥庞大后宫与部下的人见人爱大萌王啊！由擅长机器人宇宙科幻题材方面的菊地康人出任监督，评价褒贬不一的彼岸一信担当编剧。虽然在灰色系列表现亮眼，但在 rewrite 时却又令人傻眼的巴比特负责动画制作。PP 最末跳出 Minim 说出会做两季。以3到4话一本的进度，没有意外会做到魔王登场附近。最后我对巴比特不抱太大信心，但各位可以去看漫画版，画风十分锐利且优秀，诚心安利。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兔女郎学姐，由曾经红极一时的樱花庄原班搭档鸭治田裕与米佐库基凯吉献上的崭新青春剧《青春猪头少年》，其乃为一系列作品，每卷说明皆不同。故事围绕主位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神秘事件——思春期症候群。鸭治田裕擅长描写青春期少年少女们的内心纠葛、感情变化，并用轻松诙谐的口吻，若有似无的拨动读者们的心，在纸本这一载体上十分契合。而近年也有像 Just Because 走向剧本统筹与编剧多领域尝试的倾向。从动画标题来看，故事应该会是围绕原作第一卷的学姐樱岛麻衣为主，并根据 PP 中出现的人物，可大胆假设虽然有纳入风冰河香的声优，但大概是做不到第四卷，可能会是以前三卷加一点点的第六卷祥子，再加原创过渡剧情做一个漂亮的收尾吧。为保持观赏体验，这边就不再多提了。不过可以告诉你，有机会能再度看到樱花庄的成员活跃在大荧幕前哦。Release the Species Ladius 出品的10月原创动画，故事为一群女高中生私底下是从事正义的谍报忍者工作。这跟大河内的 Princess Principal 不是差不多吗？只是画风可爱一点啊。如果你有觉得女主长得很像阿卡琳啊，不是你眼馋，角色原案这是轻松百合的作者 Namori， 曾任多部作品的作画监督佐藤阳，本作是他的监督处女秀。这年头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真的很脆弱。企划原案系列构成的这位 Takahiro 战赤红之瞳的原作兼脚本兼修，结成有奈是勇者执行制作人兼企划原案兼脚本。猜猜这张海报上面有几个人可以活着的呢？这么可爱的画风，不会再骗我了吧？终将成为你，我喜欢你。这句话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如果你没能变成我喜欢的样子，我就不会喜欢你。换句话说，要成为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不是自己喜欢的自己。在逐渐放弃自己的同时，就是终将成为你。本作就是讲述一个不特别的存在，也不想成为谁的特别存在的女主小西柚，与人见人爱的高岭之花，品学兼优的学生会长七海诚子相互依偎的故事。监督加藤诚没有任何监督指导经验，是本作唯一令人担忧之处。系列构成花田石灰在没有强力监督下，是否会独断独行，实在不好说。不过尤其在百合类型作品上，花田出任是绝对能放 120.567999 个心。制作公司 Toroika， 不管是在协力制作包括你的名字青色漫画老师，还是独立制作的 Recreators， 水准都有一定之上，是本季度我相当看好的一部百合漫改动画。我家的女仆有够烦，是那个心奈吧，那个肉啊，奇怪了，明明在人设制作组剧上就没有任何瓜葛啊。你知道能正当合法的与萝莉幼女共处一室，除了幼稚园老师、家庭保姆、龙王师父外呢，还能看着她一路成长的非女仆莫属啊。监督为指导过轻松百合、南家三姐妹、干物妹小埋的日常之神太田雅彦，太田雅彦插动画工坊等于笑点与品质的金牌保证。他总是能透过一个挑眉、一个耸肩、细微的动作搭配声优的语调，起到超越原作欢乐的效果，也因此原作只要给予更大篇幅的发挥空间，绝对是本季爆笑首选。而且你想，幼女欸，哇，才刚过完暑假 FBI。寄宿学校的朱丽叶，声优阵容超级坚强的欢乐校园爱情喜剧漫改动画，火神小野有树、学姐猫野阿姨、小恶魔佐仓绫音、组长山田智和、声线引人犯罪的日高里菜、小仓唯等等，全是活跃在一线的声优。作品舞台为聚集两个敌对国家的学院，讲述男主犬轴爱上敌对国家的女主朱丽叶公主的故事。不能公布于世的恋情关系，使成为情侣的道路上布满荆棘。来，这边给一张松冈的图片。监督是有着丰富演出分镜经验的宅野诚启，编剧同样也是在恶魔高校、新美魔王、四月四年的谎言这种能色伸缩自如的吉冈孝夫，搭配近期在青羽飞扬制作上表现相当优异的 Light Flume， 表现绝对亮眼。
尤利西斯真德与炼金骑士由织田信奈的野望作者春日玉影创作的轻改动画，舞台为15世纪法兰西斯王国，男主原是贵族之子，埋头钻研魔法与炼金术，然而随着战争战败失去一切的男主遭到通缉，在逃亡途中与不可思议的少女真德相遇了。真德还是有女真的，此处应有本啊。我喜欢的妹妹不是妹妹啊，来来来，妹系动画啦，各位妹控们啊，选好位置赶快入座。作品讲座初三的妹妹写了一部有关于溺爱哥哥的妹妹的甜美恋爱喜剧，意外投稿获奖，而后拜托哥哥作为代理人身份作家出道，没想到作品竟空前热销。为了创作取材，妹妹向哥哥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要求，但是哥哥喜欢的是作品中的妹妹，而不是真正的妹妹。哇，现在的妹控小说真会玩啊，有单纯喜欢妹妹的相谈，喜欢妹妹的作画，喜欢妹妹的创作，却不知道自己有个妹妹。眼前的美不是美，你说的爱是什么爱？要不和福建师平板读三人组一个妹控宇宙算了。监督古川博有辣妹与我的第一次，魔装学员我老婆是学政会长等部分话术监督经验，编剧百濑佑一郎经验较为浅薄， NAG X Machia Dolager 也不是什么强劲组合，制作阵容整体贫弱，动画上应该很难起到妹控前辈们那样的观众反馈。弦音风舞高中公道部，就如我之前说的，在这业界销量普遍哀鸿遍野的时代，女性市场依旧屹立不摇。如果说金子是瞄准了作画艺术顶点的一部尝试期，那这部射精无疑就是瞄准了接续七月复以后的一盘新菜色。同样是以运动擦友情来编织角色形象与故事，虽然少了游泳那样肌肉线条与水花飞溅的跃动感，但却多了份磨练心智与精神的静谧美。从这五人擦外校一人的关系构图，是不是又是一门显学工学的兴起呢？啊，就让我们好好听听这份响彻秋日蓝天的公道弦音吧。最后一部《哥布林杀手》，一部围绕在专杀哥布林的奇幻冒险轻改动画，故事讲述对拯救世界毫无兴趣，全程只靠杀哥布林就升上三阶的哥布林杀手，拯救了一名差点惨遭哥布林凌辱的女神官，两人共同展开的冒险旅程。 PV 虽然没有展露多少正片部分，但在音乐使用上着实惊艳，分分钟都传达一种刚强硬派的风格，搭配摇晃不定的分镜与闪电效果，让人肃然起敬。本作不管是制作还是声优阵容都十分强韧，由少女周末旅行监督，毁与幻想的格里姆加瑞林的分镜的尾崎龙行担任监督，也因此你可以在 PV 中看到不少相似的镜头手法。系列构成则是相当老练，担任过俺妹、灰色系列、来自深渊的苍田英之，编剧更是由苍田英之与我相当喜爱的黑田洋介共同负责。制作公司 White Fox 因人力有限，基本都是一季一部，偏向异世界冒险的品质，有口皆碑。声优阵容部分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望过去没有认识的再来跟我说。歌杀在本作就是对杀戮血腥描写毫不忌讳的作品，动画若如实呈现，应该基本圣光满载吧。撇开续作刀剑，可以说我十月最期待的就是这一部了。以上就是十月的新番介绍。另外趁这边再跟各位说一下，约会大作战因制作档期与配合副世界未来行销活动，三期续作确定将延后到2019年，确切放送时间会在10月21的副世界感谢祭上发布。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妨硬币收藏推荐一条龙支持一下，手机观看的也帮我点个赞。目前今年内希望 YouTube 可以突破10万订阅，如果你还未订阅的，订阅一下了又不用钱，对不对？还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至于那个节拍器吗？不要问，时间机缘到了就会出现了啊！我是次郎，我们下期再见喽，加你。